喂，我来晚了。看直播，看自己直播间回放，看到有很多兄弟昨晚的内容没看，于是不忍打断，然后看了一会儿，给自己看睡着了，然后就来晚了。哎呀，闯荡一会儿江湖。这写硬盘速度有点慢呀。闯荡一会儿江湖。他这三国更新，写硬盘速度是真的慢。昨天说好今天晚上要来的呀。已经来晚了，本来10点钟开的，就10点钟看大家这个看重播正看在兴头上，不忍打断，不忍打断。哎呀，叫什么来着？发现直播间观众看重播聊得火热。正好重播的那个内容也不是黄金时间段的，不忍打断。然后自己睡着了，这有点尴尬。自己睡着了是最尴尬的。三国要出八王之乱了。218的内容更新的是什么呢？多半好评。She sees red。这是个恐怖片吗？这真人的，这看上去也不像恐怖游戏啊。这有点像是开车的，要出事儿了，这。先闯荡江湖吧，和这个差不多，和这停车场的差不多。停车场那游戏放完了没有？我都不知道我放完没有。游戏只有3小时的流程，有18家的内容，容易被 A 类啊。算了，别闯祸吧。感谢七七美少女 JSDD 国际混星老蔡送的礼物，感谢七七美少女送的，每天都来送礼物。上次和大家谈心之后，有很多观众朋友说每天来给主播送一个宝剑的，可能这些兄弟们已经忘了，感觉他们连一个虎粮都没给主播送，只有七七美少女这位美丽的女观众，坚持每天给主播送礼物。直播间还是女观众好啊！谢谢小阿滚，感谢 Bye Boy，感谢三月布丁，啊，香芋布丁。谢谢热心的所有观众，终于送了一点虎粮了，感谢大家！感谢那个洗碗机送的一个血瓶。地球人都知道七七美少女是女观众啊，咋的啦？感谢各位老板从裤裆里掏出来的血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悲画扇，感谢 nice 小子668和闲居老板送的很多个礼盒。我军水友终于送礼盒了，太感动了！洗碗机估计我还没洗完吧，碗应该还没洗完。谢谢，别说了，混就是了。喂，刚来的朋友晚上好，感谢 Bye Boy 老板送的10个礼盒。好久没血战，哇塞，这命拳现在也很火了。
除了佟昌臣，现在命悬也特别的火爆了。哎，这矿洞好像有点改动啊，地图改过了吧？这是，地图好像对称的地方有点改动啊。感谢茅山货王送的礼盒。咱一开播10分钟，来了1000个兄弟，正常。是开播10分钟来了1000个兄弟阵仗，1000来个贵宾。刚才我点了，我睡着之前点了一会儿三国，里面300个贵宾好像有100多万人。呜呼哀哉！哎，这画面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有这个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的呢？感谢韩帅。有没有什么新的改动？谢谢黄豆酱，黄豆酱什么来着？感谢黄豆酱鸡蛋，谢谢 Atmid。吹把鸡就下棋吧，看看今天晚上几点钟能吃上鸡，好吧，暂时来说是这么个计划，总得有计划的呀。谢谢宙斯机外，感谢茅山缩鸡腿，感谢各位言而有信的水友，每天都给668送虎牙。送虎粮，或者是送的剑士，感谢 Zero 加特林，特地翻上去看一下。刚才漏看了，谢谢皮砍子猪老板送的一个睡醒和猫喵猫，谢谢 Victor 9527，感谢小屁屁送的礼盒。我这里面东西是真的多啊，这地方里面东西是真的多。哎呦，过了过了，昨天开饭轻松打过了，打一晚上没打过那还得了啊？成何体统？打一晚上必然打过了，这打不过还能行呢？这岂不是闯大祸了？睡吧，小兄弟，该睡就早点睡。人不睡觉的话，对身体不好。但是听说茅山那边熬夜看直播的都是真汉子。都是大丈夫，感谢狂炮小鲁哥老板开通的见识，谢谢爱吃萝卜的喵送的10个礼盒。没有啊，昨天晚上说今天，昨天晚上大概2点钟说今天要来闯荡向江湖的，所以今天必须得来啊，不来说不过去啊。装备真不错呀！
好的，活齐了，出去干活。怎么这么多人参？我还以为要给我个法宝呢。感谢 Prook， 谢谢达清。我没说送礼物的都是女生友，我说有一位美丽的女生友每天都坚持给主播送一点礼物，我是这么说的。感谢我是小虎牙送的不少个礼盒，很多个礼盒。星云激战是不是那天搞的一个激战硬核的二D通关游戏啊？那玩意儿是叫星云激战吗？是的，是七七美少女，就是你，每天都跟主播送礼物，绝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丽女水友。说的就是你，感谢稻花老板开通的见识。谢谢形同陌路续费的见识，谢谢我是小虎牙送的礼盒。哎呦，难住我了，我这个时候该把什么东西放上去呢？这两个东西飞起来都挺狠的，还是放清新咒吧。清新咒肯定得放，这个不放对了，我得找一个二级甲。我想说一句话，从今天开始，钞票枪改为给大家转账600了。我说完。我说了，从今天开始出钞票枪转账600，就这样吧。不知道能不能，不知道直播间会不会狂出钞票枪？不会是吧？好吧，那说了也没关系，随便说吧。钞票枪好像是出的少了，出的比原来少多了。感谢混子别混了，谢谢668，别说了。谢谢浪菊怪老板续费的2个月骑士。浪菊怪老板，你是准备出个钞票枪来惩戒我吗？谢谢毛三大鸡腿，感谢夏木。感谢落叶随，谢谢迷。哟，有猫妖，就在旁边，很近，但是我没有2级的衣服啊。感谢仔圈老板送的很多礼盒，谢谢刘云，谢谢沉默。没有吧，航母舰队早就被干掉了吧。
出周边的几率确实低了，确实低了。啊，先认真打游戏了，谢谢各位老板送的礼物。感谢春老板开通的见识。哎呦，摸了好多装，想摸一个二级甲，然后去打猫妖。先看看猫妖那边有没有人吧，估计说不定有人开锤了。对呀，没有鞭子打猫妖好像很危险啊，锤了一半被人摸两下直接死掉了，这有匹马。这有可能有人在打猫药，看一眼，先吃一个回体的药水。这谁呀、啊？你谁呀、啊？我怎么被减速了？贴上爆炸符给你，祝你走得愉快。一剑吸去不复还。小怪挺厉害啊，现在先来不及答谢大家送的礼物了，感谢各位老板送的礼物。这会儿我得操作快一点，但是我操作还是有点慢呀，说实话。咱得把这个活儿都给干起来啊，活儿都给干起来。包是挺大的包，爪就在这儿。有没有人看着我呢？万一有人看着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没人看着我。搞一票，对呀、啊，换个司机抓，他妈简直完美呀、啊！哎呦，快点把东西扔了，一无所有总比我这个破玩意儿好。
天下之大尽，无人管我。爆炸符一张，冰冻符三张，省点体力药就好了。我操，浪琴怪老板牛逼啊你！真的强，真的强，浪琴怪老板真的强。恭喜浪琴怪老板获得了今天的600元转账。对，没有宝石的，他不需要宝石。真的强呀，浪琴怪老板。抽奖我就服你，强都不服。体力药喝的有点早了，树上躲了一个人，是个骚东西。其他东西不要了，主要找他拿点咒，拿点回体力的药啊。哎，发飙的瘦瘦，一看你就是个分子啊！真的，我定睛一看，你就是个分子。白斩堂。咳咳，躲在树上的，这能不菜吗？都打最后了，他躲树上，你说他能不菜吗？两个人，感觉现在动手有点不合算。宰了吧，是个菜鸡，宰了吧。流血都流的差不多了，估计。谁俩呢你？啊？你跟谁过不去呢？就你会忘符。啊，就你会忘符。就你会忘。滑稽了，就你会放符，傻叉。贱货这种，这典型的贱货，不收拾他，他不知道自己是谁。要个震天罗吧，震天罗不错。清新咒数量有点不够啊，正常的白斩堂，菜鸡一个，这收拾他还不很正常的事。加上我三个人，剩下的人在哪？我比较关心这个活动。
这人得杀，这人没什么好说的，这人不杀不行啊。还有谁？还有一个了，他身上肯定有那个听诅咒的东西，有十张，再上爆炸符、飞镖、冰冻符。谁俩的菜逼，哼，跟我扔镖，你怕不是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嘿，嘿嘿嘿，哎呀，好了，今天的第一波这个搞完了，该给大家不要一下下棋了。小贱货，跟我小李飞刀比比暗器，你这个小骚货，哎呀。谢谢梅斯放狗贼，感谢艾丽亚的冯一珍，谢谢贼混六六八，感谢 Talius， 谢谢一脑壳的雾，任务完成，吃一把鸡，下棋。哎，下波棋吃个鸡睡觉，妥妥的，哈哈哈，妥妥的。睡吧，你早点睡吧，我下波棋我也睡了。今天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要给大家开一波大饭，叫做长剑。哇塞，那个图真的高能，那是一个很高能很秀的图，明天好好挑战一下。哎，吃波鸡睡觉，妥妥的。感谢哈登牛逼，谢谢刚才很多漏念名字的老板送的礼盒，感谢大家这么晚来看六六八个人秀表演。果然每天的第一局很强劲啊！哎呀，下棋吃个鸡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有难度吗？搞两把鸡吧，先搞一把单排的，再搞一把水友鸡。好吧，搞一把单排，搞一把水友机。我是个主播，我什么都能播，凭什么别人主播能播单机游戏，我单机游戏主播就不能放游戏了，对不对？人家游戏主播还放户外呢，咋的啦？还有游戏主播新秀户外，主播这想放啥就放啥，什么游戏能让主播活下去，主播就放什么游戏。感谢武大郎，谢谢抹茶奶盖乌龙。厕所所长不要拿出来提，厕所所长从直播的第一天所有东西全是假货，挂人刷人气挂贵宾，对吧？传播的全是那种社会最阴暗面的东西，什么睡女主播、睡女嘉宾啊、潜规则啊，对吧？然后又自己给自己刷礼物，欺骗他直播间的那些居虫给他一起刷。糟了，糟了！所长他自己刷人气搞贵宾，天天三天两头自己自爆呀，这是什么操作啊？糟了，4900万，马上就告他了，马上法院贴纸往他脑门上一贴，我滚回他的厕所去。这是什么操作？糟了，忘了第一回合没有买人了。谢谢稻花，感谢刘云，
感谢五二哈特 Z。 这下糟了，哎呀，第一回合不能买人，我的天，第一回合掉六点血的小选手见过吗？真牛逼，第一回合掉六点血，我的天，这怎么开盘啊？两个反曲弓都没了，我怎么开盘啊？感谢稻花，谢谢不思阿文，感谢李娜老板偷偷送的20个礼盒。哇，这波卖血，我的天，惊天地泣鬼神，妥妥的第一个选装备，但是我也没拿到铲子，拿到金铲子第一个选装备挺好的，没拿到金铲子。但是第二轮一般是不出金铲子的，就我发现他这个选人环节的第二轮啊，就是选人环节的二杠三的时候，二杠三他是不出那个的，二杠三之后是基本上是绝对不出。正在觅食，实在一点啊，实在一点。两个螳螂，两个豹女，来个阿伦吧。德玛西亚万岁！来个阿伦。感谢稻花，谢谢快别混了，谢谢武大郎，谢谢刘云。只能打鸟盾法了，只能这回合给我一个大棒了。反正版本还没更新，鸟盾法还能玩下去。只有第一回合打出三把，只有第一回合打出三把反曲弓的天选级选手才有资格玩拉面熊师傅，才有资格玩拉面熊师傅。感谢七个七老板开通的剑士，哎呦，出了一把大剑嘛。谢谢狂暴小鲁哥200送的20个礼盒。说露露，露露就来了。先看看我的弹性，先看一波自己的弹性。这波弹性挺足的，拿一个吧，露露拿一个，露露拿的挺早的。感谢大老板云哥铁粉丝送的200个礼盒，谢谢大老板，谢谢匪发。九节曲第一把，小兄弟没看全嘛？九节曲第一把，当时暗暗下了一个毒誓，如果不幸吃鸡的话，我就下一会儿棋。结果很不幸，结果很不幸，就第一把随便操作了一下，遇到两个小毒瘤，小毒瘤给我对方飞镖的。感谢李娜老板续费的24个月剑士，是准备出手了吗？这也是准备出手了吗？这是，果然准备出手了。谢谢武大郎，感谢李娜，李娜老板出手了。诺克萨斯即将崛起，李娜老板沉默了，李娜老板不说话了。谢谢谢云听风大老板送的200个礼盒，感谢超级大头，谢云听风老板。哎，我这是刚才想升人口的，我纠结了半天没升，不该纠结的。这种棋拿不拿都没什么所谓了，感觉拿个维恩吧。我现在二杠二是倒数第二，对吧？就这回合我应该打一波最假的假赛，假赛了，感觉这回合也没我要的东西，打真赛吧。趁你还能跑，给他来把大剑。我怎么挣到3块钱呢？卖掉盖伦，卖掉维恩，但是我有个维鲁斯是两游侠的，刚才没舍得卖他。有螳螂哥在，秒一个人不成问题吧？我
螳螂哥打他波比，怎么没有秒？这个故事从这十块钱开始，我可以拿个眼泪，对吧？然后换成青龙刀，那个露露，谢谢武大郎老板开通的见识，感谢茅山七十六号技师，感谢虎牙仙女科，谢谢叶徐坤。只有眼泪，没有大棍儿。我第三轮血，反曲弓是肯定不可能有了。其实我第三轮选的话，我觉得我选个铲子也是可以接受的。那我接受不了了，我选个贵的吧，选个眼泪凯子吧，选个眼泪凯子。感谢风行表哥开通的见识，表哥好像前天中了6888呀，是准备再中一个礼盒，是准备再中一个钞票枪吗？难道说？谢谢快别混了续费的十个月见识。波比头上是什么东西啊？波比头上的那个是金铲，哎，波比头上是金铲子吗？忘记了，糟了，我给忘了。有没有三约的？有三约的，三约的有意义吗？毫无意义。能不能上露露？能上。能不能把奶大力上扔了上凯南？这一回合。我们来。把狐狸放在这儿，然后把狼人给扔了，就这么简单的操作一下吧，留一个余地放个维鲁斯。下一回合不行啊，没有鸟盾还不能卖啊，没有鸟盾奶大力还得用一会儿。败了，刚才豹女青龙刀应该给的啊，豹女给不了青龙刀，只能给凯南青龙刀啊，赢了，可以啊，还有连胜吧，连胜加一块，有连胜就好。江湖闯荡完了，第一波闯荡江湖不小心不幸吃鸡了。感谢快别混了老板送的很多很多礼盒，谢谢快别混了老板，感谢行吟流水五个七，谢谢寒月玄月寒亭老板续费的三个月见识。呀，刚才钉子是不是没拿？现在改的话会被打出屎吧？等也怪吧，现在改会被打出屎的，我确认现在改会被打出屎。打野怪了，给你多200吧，李娜兄弟，好吧，800够意思吧？够不够意思？就你搞特殊，给你上800，很够意思了吧？真的，当着这么多观众朋友的面，螳螂放这儿，奶大力放这儿，就这样。野怪先打了之后再调后面的。这把不敢开盘呀，这把心里没把握呀，不敢开盘，怕把人给坑了。如果出一个那个大棒的话，我就开盘，好吧？出一个大棒我就开盘，就这样吧。不出大棒我就不开盘了。不是你一个月没出，这问题出在你身上呀！你一个月没搞出来，出问题没出在。不是出在我身上的。感谢投影如铁小门老板续费的启示，并没有出大棒，这把不开盘了，怕把大家给坑了。哎，
良心主播不坑观众啊。行，今晚所有的水友出就限今晚所有水友出钞票箱都转800，好吧，咱也不落下画饼，仅限今晚啊，今天直播间所有中钞票箱的帖子都转800。那不对呀，话刚说完，那刚才那个浪菊块老板是不是得转800？然后大老板送的很多个礼盒，航母就8000吧，啊，航母就值8000，是过12点，算了，这总归得算了，这说话不算话，那还能行？肯定得算啊。咱不玩这种文字游戏的，肯定得算啊。提高了又提高了，今天直播所有出钞票枪的老板都转800，包括刚才的浪菊怪老板已经出的钞票枪。今天100万刷舰队没刷出来，谁刷的？我他妈呀！你这句话说完，估计100万刷舰队没刷出来，我也刷一下吧。既然这样，我也刷一下。我会让他们知道坠落的感觉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也刷一下。螳螂放这儿吧，螳螂放这儿，跟他如果有刺客，我跟他对跳。是啊，又是浪菊怪的，浪菊怪中过一次10000的，还中过一次6666还是7777，很强劲呀。舰队还有300多秒，这是什么阵容啊？他这是个什么阵容啊？我的妈呀，他这是个什么阵容啊？我直接倒数第一了。哎呀，糟了，真的挺糟的，相当的糟，非常的糟， very very 的糟。第三轮才轮到我选人，我很难受，我很痛苦，糟了，这把游戏不知道怎么玩了，真的，这把游戏不知道怎么玩了。这把游戏不知道怎么玩了，全是锁子甲，这怎么玩这？还好没给大家开盘，我去。闯荡江湖，等会改一改。闯荡江湖刚才吃鸡了，没改标题，不好意思。恭喜胡萝卜老板出了钞票枪了，怒货800元转账，恭喜胡萝卜老板，强啊！强啊，胡萝卜老板，真的强。凯子上青龙到上，没什么不好上。
这几人口？我没有游侠，我这么打行吗？我可以打元素法吗？元素法合理吗？只有元素约德尔人，哪有元素法的？元素约德尔是可以的，元素法不合理。元素约德尔是不是人齐了？差个炮仔，人齐了。别爆炸吧！打波元素约德尔试试。急如风。别爆炸吧！试试吧。先上六个约德尔，看看有没有屌用。两个约德尔，三个约德尔，一二三四五，还少一个约德尔是谁啊？大哥你别这样，你这个钞票箱不要这样，大哥让他个波比，恭喜肥仔老板出了钞票箱了，三位壮汉打劫了6682400大洋，差个波比，差个波比，我没办法了，我只能打六月的了，我很困难现在。我操，这么多法师，我的天哪，我惊了。放弃吧！这么多法师，我怎么办？我会让他们知道坠落的感觉。关键都听牌了，却不来货，这是最气人的。就这样吧，能给大棒最好，不能给大棒咱也不强求。小炮也是约德尔呀，我有点想打一次六约德尔试试，我没打过嘛。大哥你这。这装备我也真合不来啊，大哥。真的，我说实话，这装备我也合不来啊。我打六月的耳了，我没忍住，我一下子没忍住，我打六月的耳了。那我和莫甘娜干什么呢？我还有一个法师的梦吗？难道说我还有一个法师的梦？我没有法师的梦了，我不打法师了。他们加入了梦，我就六月的耳了，然后搭配一下。我没有法师的梦。我想好了，我就六月的耳了，我再上个人口吧。六月的耳三元素有可能吗？那得要八个人口。刷了吧。还可以再买点血。其实我这个纳尔，我觉得我这个配装六约德尔的话，他的抗气打能力是贼强的。如果他是两星纳尔的话，也就是说现在最好是能够把露露弄个那个啥。哇塞，这个阵容虽然不是两星的，但是打这个刺客就展现出一些不错的那啥了，真的有点厉害，这闪避真的有点厉害。哎呦，我这纳尔如果是两星的应该能锤得过的，不是两星就有点可怜呐，不是两星有点可怜。
36血要进入选秀环节，提升一下质量吧。三法肯定是可以的。提升一下质量，提升一下质量。哇塞，说提升就提升呐，有点东西的帖子，还差个 Bobby， 基本上就提升好了，这波提升的还可以啊，说实话挺满意的，真的挺满意的，这波提升的我挺满意的。这波我提升的挺满意的，呀，送走一家，呀，送走一家人，感谢顺势。要上人口才能上三法，要上人口才能上三法。上人口的话，我就先上三法。莫甘娜还可以，我觉得莫甘娜还不错。三法搭配谁是最好呢？就莫甘娜吧，莫甘娜挺好的。恭喜稻花老板又出一个钞票枪，今晚668已经亏了3200块了。哎，还是不提了，说起来都是泪。今晚668已经亏了3200了。我操，反曲弓纳尔，离死火花亚索。不是，你这个人为什么一定要拿那个啥呢？贱货呢你是？非要拿我一个大棒，我就想要一个大棒，他非要拿，这骚货，我这骚货非要拿我大棒，这亚索我也上不去，我上个三法吧，要波比也成事了，应该让这儿躲起来，走个人口吧，朋友们，这波走人口肯定没什么意见吧，亚索跟体系没有太大关系，先扔了吧。离子火发的话，离子火发有什么效果？咱看一下啊，是加蓝的。离子火发其实还可以，可以给露露早点放大，给露露早点放大。等会儿波比放这儿，莫甘娜放在上面，这样感觉整体还不错。呀，恭喜陆老板又出一个钞票枪，完了，这会儿668已经亏了4000了，出事了。说下那句话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今天晚上出事了。没关系，好吧，在我下直播之前，你们能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我，我屁股撅高了，好吧，我不挣扎，我也不反抗，当然我也不反悔。感谢稻花老板出的火锅。李娜不坚决，他刚才就数个这就这样，那两个钞票上还不是他的吗？对不对？他不坚决。还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别人点去了，他再看一会儿，再别人又点去了，就这么一个造型，他不坚决，他是坚决，他是这样啊！我操！恭喜连长老板连中两钞票枪，刚才就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吧？他这不坚决，不坚决，那没办法，不坚决的人就是这样的。恭喜今天的五位老板怒中5个钞票枪啊，每个价值支付宝800元转账，活动还在继续啊，仅限今天一晚，仅限今天一晚，啥也不说了，你亏死我我也不挣扎，好吧，我也不挣扎。我上了7人口，我觉得我是有机会上8人口的，我现在局势还不错，除非我遇到一个人会狠揍我的时候，我才考虑刷一刷。如果那人没狠揍我的话，我决定还是继续看看能不能再上人口啥的。纳尔再拿9具就无敌了。我现在暂时是这么一个装备的搭配。我把波比放在这儿。我们现在的阵容是6个约德尔，3个法师。我们还可以配2个炮手，对吧？2个骑士就不用考虑了。2个炮手，3个元素。3个元素的话，好像是没希望了。啊，3元素好像是没希望了。反正有机会的话，把人口上去。那么最后一个人口可以给天使，可以给亚索，可以给大虫子，也可以给死哥乌鸦，什么都能给。狐狸就算了吧，
狐狸毕竟不是一个 C 位的选手啊，狐狸就算了，奶大力就算了，真的，奶大力，我们现在需要高级棋子。如果能够给我一个大棒的话，不是你这个出装备是不是太心狠手辣了，兄弟？我说句实话，你这个出装备也太心狠手辣了，真的，我没见过出装备这么心狠手辣的人。又是一个红 buff， 两个红 buff 不合适吧？这出装备真的太心狠手辣了。准备好了吗，锤子？等会要刷的话就追三吧，追三都是两块三块的，都挺贵的。谢谢胖吃你家大米老板出的一个火锅。我今晚不通宵，我这吃一把鸡我就换水友局，换水友局吃一把鸡我就睡了，这是我今晚的计划。给赖尔上红 buff 啊，行吧，上吧，大家都这么说了那就上吧。因为赖尔现在是我对团队里的最大核心啊，是我团队里的第一核心，他有75%的闪避，加上83%的魔抗，加上100%的暴击无效，加油纳尔，你是团队的希望，你是世界的核心，你是拯救宇宙的奥特曼，可以呀、啊！我操，这个纳尔可以，真的可以，打出了一波纳尔核心。感谢 AON 老板续费的骑士，大虫子有点想先拿着呀，大虫子，大虫子把控挺不错的，先拿着吧。有特别强的选手锤我的时候我再刷啊，这是我的目前的一个计划。没有特别强的选手锤我的时候我先不刷。大虫子优先级别应该。还是死哥合适一点的。还是弄个千珏呢，死哥千珏好像也没关系啊。大虫子跟斗士也没什么配合。我才对面几个人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9个人口，糟啦！但是对面好像没有火炮，兄弟们，对面好像没有火炮，对面确实没有火炮，我的纳尔可以为所欲为，糟了！恭喜追命追梦零零后，太激动了。恭喜追梦零零后老板出了超标枪，今天晚上的第6个超标枪，每个价值800支付宝转账。目前为止，668选手总计亏损，多少来着？明天就是400了，明天回归正常。的记录没关系的，这个没关系，这个没问题。后台有记录也能看到中奖的老板的他的那个虎牙 ID， 只要复制一下就能找到他了。啊，不怕有猫腻，妥妥的。我操，他们没火炮，我为所欲为啊！观众朋友们，强啊，六月的强啊，没有火炮，我为所欲为，真的。感谢 FC Tico 老板出的一个火锅。我就想要个大棒，但是我又想拿这个女枪，就剩咱俩了，你拿吧，兄弟，你先拿吧。哎，他没那个，他没有那个，就是那个叫啥来着，他没火炮，我不是特别怕他的呀，他没火炮，我不是特别怕他的呀。
我刷了呀。他的命中率怎么高起来了？他好像之前没这么高命中率的。他缴械刀合了这么多，这是个贱货，这是个 bitch。 大鸟子对我来说没什么用，把大鸟子给扔了。猪妹也许有用，大鸟子没用。咱现在少控制，天爵也可以拿一手。其实我可以直接上约德尔人，我说实话，我直接上约德尔人不亏的。我直接上约德尔人，他也是增加闪避的，对不对？最直接的方法，我就直接上约德尔人，我又不亏。乌鸦哥我也不要了，我要他干嘛呀？千珏我也不要了，千珏跟我关系不大。我直接上约德尔人，他也是75闪避啊。他只要是一个约德尔人，他就是75闪避。小炮漏了一个，不过小炮应该没机会上三了，因为我太高了，太高不太容易刷到小炮。我真大真的扛揍，但是好像我是被法术冰住的，我是被寒冰的法术冰住的。我要走了，他人口太多了，一把没了，他人口太多了。开个盘，开个盘。人口太多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这四级地三元素，墙上的三元素吧，一元素、两元素、三元素，对，墙上三元素，一级地、两级地、三级地、四级地，加上四游侠，还多个恶魔呢。一游侠、两游侠、三游侠、四游侠，这没办法，他全部合的缴械刀。有点厉害，真的有点厉害。人口又多啊，阵容也齐全，然后又弄得乱七八糟各种装备，其实也够了。乱七八糟各种装备其实也完全够了。咱好像有个三星土拨鼠，我记得看一下三星土拨鼠长啥样，还没瞧过呢。好，三星土拨鼠开盘来一局，齐了，这就那阵容齐了，那阵容没办法。开个盘，开个盘。不打了，今天就打两个游戏。今天打一个武侠吃鸡，武侠吃鸡完成了，这会儿打一把下棋吃鸡。哎，先拿人啊，等会儿啊，拿完人我改个标题。土拨鼠第一次用三星的，会不会带给我好运啊？哎呦我的干嘛呀，哎还好，哎呀这儿有个钉子，呵呵，有个钉子还可以。谢谢云菜，感谢混子，谢谢不打字不刷朋友，感谢菜狗子668×2。哎，我标题写钞票出钞票枪反800，会不会被封号啊？会被封号吗？不，我标题如果写的话我有可能会破产，我还是不写了。一晚上我可能就退出直播间了。做大死，闷声做大死。我好写一个不膨胀的标题啊，写一个不怎么膨胀的标题。这是一个什么阵容啊？啊！畏惧虚空吧。跑吧，趁你还能跑。难道？也许？可能？哎，拉面熊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说出来的？昨天我说李娜这个东西跟拉面一样。但是好像拉面熊很早就有了吧，拉面熊这个梗是不是很早就有了？谢谢德玛，感谢西瓜什么，拉面熊这个梗应该很早就有了吧。
哎，想弄个三龟族呀，但是维恩实在是太废了，想弄个三龟族又觉得维恩太废了。德玛西亚万岁！诺克萨斯即将崛起，先放着吧，先乱七八糟的先放着吧。抖音上开始做的拉面师傅请求吃战，哇塞，上次拉就昨晚的拉面师傅嘛。但是我那个拉面师傅不是正宗的，因为我的拉的面不够长，我拉的那个面不够长。李娜那个拉面师傅正宗的，他的两个火炮拉出来正宗兰州拉面。感谢咸菊老板续费的见识，感谢 MC Lenny。哎呦，刚卖了卡兹克又来了。畏惧虚空吧。三贵族还真出来了，我只有一星的。难道说要我强行走三贵族？别拿火炮真的没什么用啊。先看看能不能打赢吧，管他呢。神装德莱文从来就没弱过，从来就没有弱过，不是强不强的问题了，他就没有弱过。这个 buff 给了盖伦，我还是拿到了挺大优势的。他有两个两星的，而且他豹女还带了那个反曲弓，然后这样我还打输了。卖点血，真的看不下去了，这太弱了，我弱到爆炸。这会儿拿机器人没什么大用，拿派克倒是可以帮帮忙，派克其实还不错，先拿着吧。两块六块六块七块八块九块十块，十块去掉那的话是卖这儿，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七块八块，掉血也没啥，就掉呗，挺好的，掉就掉呗。别爆炸吧！野兽更强壮了。完了，上错阵容了。谢布拉克黑森，感谢坏脾气温柔。完了，上错阵容了，要被吊起来抽。不应该呀！哎呀，对边估计一个人都挂不掉呀。别呀，兄弟，别打死他呀！你别乱搞呀！不是，你怎么能打死两个人的呢？别呢！哎呀，上错了，应该上一个没腰带的盖伦。糟了，糟了，掉一点，掉一点，再加去点，好好好好点，行吧，行吧，第二轮就第二轮吧。哎，第二轮没什么用，不如不掉呢，真是，第二轮是废物呀，完了，废物了，第二轮是废物，心态崩了。你不掉到八十六以下没什么，哎，我这伤了四个人，能把他打掉三个，这哥们儿也是掉血的，这哥们儿比我更假。我知道了，我掉血男碰到一个掉血男，对面的比我更假，只有这一个原因嘛，就对面比我更假嘛，没有其他原因了，就这一个原因。在他们入土之后，弄个三龟族行吗？
我后悔了，我这三贵族打给我打后悔了。哎呦，我不敢卖了呀，不敢卖狼人了，卖的太厉害了。正在觅食。什么玩意儿？三贵族，我的天！宇宙第一弱。再试一下。他会强行放上去的，不会卡每一个人的。刚才那个第二个反曲弓没卖血拿到，很糟糕。总算三贵族打赢一把了。82，想打拉面熊的，还没那个的，有这个想法，有这个想法，只能说现在有这个想法，好吧。怎么感觉连野怪都打不过呢？由于担心连野怪都打不过我，在他们入土之后，我才能入。由于十分的担心，怕连野怪都打不过，因为野怪很有可能出反曲的呀。拉面熊师傅。来一个，哎呦，完了，要不别打了吧，没戏了，感觉别打了吧。主要那波反曲弓没抢到，心态崩了。别说反曲弓了，连个尿不湿都没有，别提反曲弓了，连尿不湿我都没有。完了，这个阵容爆炸了。爆炸了，这阵容没有，关键是那把没拿到反曲弓，第二轮雪人没拿到反曲弓，雪崩。一下拉面熊师傅感觉启动不了了，现在搞不好得换条路走走了。啊，这贵族 buff 上在德莱文身上还是强啊，德莱文本来大招也回血。3-2又来了，马上要到选秀环节了。枪手，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狼人1000，狼人奶大力都走了。黑夜也会怕我。刺客这会儿终于有点来不及了，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。文哥哪是说来就来的呀，文哥不是那么好来的人啊。
这船长两炮手没有任何用处，现在也不能弄海盗，能弄海盗挣点钱也不错。其实弄海盗任何时候也不算晚，毕竟有几率开出4块钱，对吧？开出一波4块钱顶好，顶很多事儿的。感谢 GG， 感谢肯0374。卢锡安是枪手啊，圣枪游侠，但是他是枪手，他拿的是一把枪。哎，我这波掉血可以吧？哈哈哈哈，该我选人了吧？啊，我这波掉血该我选人了吧？大面熊师傅，德莱文带护甲怎么办呢？我也拿了吧。我觉得德莱文带护甲我也拿了，我来不及了，我要死了。我等不了拉面熊师傅了，我运作不起来了，我不要反举攻了，我就德莱文带护甲弄个红 buff 开干了，忍不了了，没办法了，日子过不下去了。有文哥在，把前排做做硬就行了。等不下去了，等不下去了，护甲德莱文开打，等不下去了，真的等不下去了。这血量搞不好很快就被别人直接带走了。不知道乱七八糟什么 buff， 咱也不知道这乱七八糟到底是个什么 buff。 哎，我再上个诺手 buff， 结果就到了这身上了，我的妈呀，我真是，哎呦，糟了。刚才三剑士了吗？不是，那什么剑姬和那个船长不能算三剑士，那是废物，那不叫三剑士，那是废物。有什么拿什么吧，有什么拿什么。这会儿火男收益会比较大一点，如果有凯南的话就完美了啊。这会儿说实话火男收益是很高的。丁哥在哪在，如果跳过来就打他，有刺客跳过来丁哥就打他。这样战吧，这样战。卡特这会儿有点早，先放着先放着。那么就没有卢锡安的位，没有这个，这叫这才叫什么来着，维鲁斯的位置了。暂时来说没有维鲁斯的位置了，等会有机会的话先做个三元素撑一撑，对吧？然后过渡到四帝国。哥有点需要那个啥呀，尽力了，文哥尽力了，这波文哥尽力了。需要一支箭就能带走，卖了也没什么影响，就先不动了。结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总之肯定得先上人口，保护文哥，保护文哥。这诺手不能上，诺手上了三个帝国，三个帝国当中只有一个人能吃到 buff， 这会儿诺手不能上，真的不能上。盖伦的腰带给他的话，应该是个红 buff 吧，好像。尽量有50%的几率让，不是你给这么多锁子甲干什么呀？那要不让伦哥先合了，伦哥你合出来是红 buff 对吧？让伦哥先合了吧。这波刷三下，
刷三下吧，我等会是要上人口的，我是要上人口的，没办法的。出个鸟盾，出一个吧，鸟盾出一个吧。其实我那个红那个想让他和羊刀的，我不是特别想出鸟盾，我想让他出个羊刀的。不对啊，盖伦红 buff 活合了的话，那德莱文不是没了吗？我是傻逼吗？我糟了，现在卖掉德莱文换一个，只能这样了。现在卖掉文哥换一个，这样他的装备还有盼头。红 buff 要不要给德莱文呢？红 buff 给德莱文好像没什么用，先把这个文哥。人口够了，咱们刷一刷。千珏挺不错的，千珏挺适合的。这个是什么阵容呢？什么都没有吧？元素也没上。啥也不是啊。拿个铁男把盖伦换了，对吧？千珏组合两暗影，对面骑手有一个人直接。贵族骑士算了吧，臭弟弟啊，真的贵族骑士臭弟弟，兄弟真的臭弟弟，很弱的，收弱 S 收弱。天使把盖伦给换了，来得及吗？没点下去好像。先打工用用吧，得再刷一下。那卡萨丁混什么了？瞎混吧混。咱们上吧。想要个凯南啊，哈萨克快放的，不放哈萨克我走了呢。千珏立功了，千珏这个大招立功了，贼关键。完了，文哥挂了，打不过维鲁斯，没办法。一只条命，只要一支箭就能带走。咱第二轮选人。咱这把是第二轮选人，很关键，他没有南纳尔，很关键，搜关键，是搜关键。不是，现在把文哥的装备搞好了才是真的，其他都全是假货。现在把文哥装备搞好了是关键，兄弟们，其他全是假货。朱妹要一个，朱妹要一个。我由寒冬铸就。朱妹厉害。那凯南在什么地方呢？我等的花都谢了。真的，凯南等的我花都谢了。给吧，他反正也不可能拿三件装备，多一个前排，多一个前排，让文哥多一点生的希望。所有东西都是为了保护文哥而存在的，他们活不活没关系，只要文哥能活着就行了。这两鸟盾怎么打啦？但是我有火炮，我不怕你德莱文，那个叫什么？哎呀，完了，我还是害怕的，我还是害怕他的那个什么人的。
没有开饭，今天没有开饭。我由寒冬铸就，急如风。刷了，不刷死了，刷了，不刷人就没了。不刷人掉到沟里去了。哎呀，刚才想拿铁男的呢。我想了下，还是先不要压锁了，因为我开局可以减少对面一个单位。你看，是不是？也打的是这个人，但是这波打过了，不要压锁，这波打过了。但是这波我阵容强了，比刚才强了很多，就打了刚才那个人，刚才他打了我好多血，这回合我打他好多血，我还现在想弄个猪妹出来，弄个猪妹，哎，刷了野怪我也得刷，野怪不刷我等会也得死。凯南怎么想三了呢？哎呀，其实想刷个文哥，想刷个乌鸦的。猪妹站在这儿心里就比较放心，猪妹站这个位置的话心里会比较放心。亚索退了，让亚索退掉了。对不起亚索，让你退了。欠缺两星感觉就暂时先不用上眼泪了。大棒，不是德莱文双火炮有用吗？这他妈是，原来是拉面，原来是拉面局呀、啊，糟了，完了，搞了半天这他妈是个拉面局，糟了，刷了吧，刷了，还是大杀特杀吧。这怎么给啊？俺也不知道了。我带来了，哇塞，换凯南有两兵，换凯南出两兵合适吗？但是凯南的控制很好的呀， 有点不想换凯南啊，不合适啊，我等会上猪妹就两兵了，还是不要凤凰了，凤凰可能顶不住的，还是男子好一点，男子比凤凰好一点，我肯定上猪妹的，猪妹我肯定要上。这装备怎么给，有点糟心啊，两火炮肯定不现实的，他不是熊师傅啊，装备也不能乱给啊，那冰鸟肯定没良心凯南好吧，冰鸟没有良心凯南好，肯定是良心凯南好。再刷一刷吧，再刷一刷。猪妹怎么还不来呢？猪妹，猪妹不来我有点想上纳尔了，刚才第一个纳尔没拿，我操，猪妹死活不来，糟了，把自己刷成一个猪皮，刷到沟里去了，完了，糟了，进沟了，崩了，这下崩了，这下真的崩了，这边好像人不多的样子嘛。按太快了，把铁男也给漏了。其实不是很想要铁男了，应该打得过吧？我有红 buff。哎，不会吧？这装备怎么给是个问题啊？给诺手吧，那怎么办？要不给诺手吧？给诺手吧，朋友们，给诺手吧，咱实在点，给诺手吧。他是150，给个眼泪。9G德莱文，行吧，行吧，
合了，不看了，合了，不能带到棺材里去吧，对不对？那憋到棺材里不合适呀，合了，我操，他还九巨龙王呢，骚货，不是你怎么不动啊，大哥，弄啥嘞，大哥？不是，这还有这个操作的？没有乌鸦哥，拿个文哥算了，合个两星算了，不干了，我也不看了。什么公不公诉的，你们爱拿啥拿啥去吧。问题来了，我这纳尔合不合呢？我这纳尔跟阵容匹配吗？好像不怎么匹配啊。这至少有个两岸影，我这纳尔没有两岸影啊。又陷入了沉思，六六八。先拿着吧，先拿着。不是，现在换下去两岸影，他上来有一个人是直接死的，兄弟们，你看有一个人掉血，然后就直接死了，看到吧？卢锡安就啪嗒一下，卢锡安就死了，这个还蛮重要的，真的蛮重要的。反正我核心就是保住文哥，对不对？我这里全是为了保护文哥存在的人，什么千珏啊、三元素啊，这里的人都是为了保护文哥而活着的。先放着吧。20块钱，不刷了。我刚才主要是把自己刷崩了，不刷的话我上个人口还蛮好的。升级吧，下一回合能升级了，下一回合我就能升级了，必须得升人口。前面死活想刷个猪妹，哎，刚才不应该纠结的，真的不应该纠结的，刷猪妹当时没有太大的意义。升人口要28块钱，我只有20块。我操！这回合升人口也没必要啊。把文哥放在角落里，下回合我升人口，这一地打龙随便打，没有任何难度。文哥要是有大剑的话，有个银血多好呀！九剑者跟文哥格格不入啊，格格不入。加脚气啊！给了，我说了，他给了酸球，真的不太好，感觉脚气真的不太好。不过好像加魔抗，加那个物抗，就他现在文哥有一点魔抗，有一点魔抗的文哥还可以。给吧，不给等着进棺材呢，对不对？给吧，不给等着进棺材没什么意思的。我不要两星天使，这天使跟我这个阵容没有任何关系，我要他干嘛？
确实感觉猪妹有点没啥用了，等会儿要换阵容的话，不是要换阵容的话猪妹还是有用的，要换阵容三元素得换掉，三元素换掉四帝国卡特猪妹还是要上的啊，三元素换掉的话，三元素换掉的话猪妹还是要上的，卡特猪妹加上那个嘛，卡特猪妹加乌鸦，他乌鸦一丝血了，干死他，好的，他德莱文装备不行，说实话他的德莱文装备不行的，他没输出的，瞪他，有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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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三元素不动呗，现在咱现在也没想动三元素啊，现在咱也没想动三元素，咱就现在就放着，对吧，咱现在就这样放着，这笔挺骚的，我最后再换啊，他看我阵容他再跟我兑换，是个骚货，这笔我等四秒钟的时候换，这个骚货，骚货子骚得不得了，你个小骚货跟我斗，你个小骚货子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套路啊，真的骚，龙王一丝血干死他，这逼真的骚，我跟你说，秒他秒他，龙王毒瘤，我操，跟我放对角线，我，你以为你顶内呢，我操，不放对角线我根本打不过他，放了我也打不过，我的天哪，龙王居然没去秒，为什么没有人秒龙王呀，咱是不是需要个卡特呀，并没有乌鸦哥，糟了，我是什么装备，我没有装备，我是一个眼泪是吗，有大剑吗，大剑也没有，那我拿个大虫子吧，哇这个人真的骚，我的天，没有乌鸦哥呀，纳尔需要早点变身，千珏就不给了，虽然千珏有大天使，但是我纳尔真的需要早点变身，我刷什么东西呢，我不知道我刷什么呀，糟了，我本来想针对那一家的，针对错人了，不过千珏应该能放大了，打这家问题不大，打这家应该问题不大，刷乌鸦我觉得也不行啊，乌鸦出面能赢吗，我刷了吧，不知道刷了 乌鸦和猪妹行不行，乌鸦不一定有啊，关键是朋友们，哎呀刚才那个大棒应该拿一个，看这逼换了没，他弄了个机器人是个骚货，这人真的骚啊，哎这人还没死啊，我看到他弄了个机器人，对面这家伙是真的骚，纳尔换成猪妹会好一点吧，那就纳尔换猪妹吧，试一下吧，我觉得要不把阿影换了，俩阿影没用啊，俩阿影换了吧，这家伙放个机器人他妈就是老骚货的，真的老骚货的，贼骚，这家伙贼骚贼骚的，这他妈居然有个火炮，糟了，我打得过他吗，我的字典里只剩糟了，我看看有没有那个乌鸦，不过现在有乌鸦也不一定能打，乌鸦上去不好说，哎来了，搏一搏乌鸦单车变摩托，
怎么说呢，上乌鸦试一试嘛。来火炮了，我也不知道给谁啊。就三元素这样试一下好吧。火炮给千珏可能没什么用啊。这人疯狂换位置，我放了个凯南让他抓的。能上龙王吗？能上龙王就能打。好的，干他，刘子，干你，机会。不要三元素个屁，我这条命都是三元素给的。他逼疯狂换位，我操，这逼。打不死他那儿就完了，没了，我没了。好，稳住！哦，最后一波！哎呦我操！他妈声音叫的跟打雷似的，我操！贼他妈紧张，贼鸡儿慌张。没机器人我也跟他玩这招，小贱货，你个小贱货，跟老班长玩这一套，老班长换位的时候地内裤衩都掉下来了，你个小骚货子，弄他，乌鸦哥放出他了，那带走他，兄弟们，感谢顺势，谢谢陈福生，谢谢他不懂你的心。哎呦，这人真的骚啊！这个人是真的骚，太直接搞搞吧，随我再睡觉。贼骚啊！满了吗？走起！哎，两星乌鸦搞出来了，最后全部卖掉了，最后乱七八糟啥玩意全卖了，还行吧，还行。哎呀，这把开盘开的还可以。嗯，我的开盘呢？对，最后两星乌鸦哥很关键，贼关键。就不犹豫了，纳尔跟那个全卖掉了，纳尔和那个猪妹当时就一口气全卖掉了，毫不犹豫，一鼓作气。这是看缘分了，我其实最想玩的是拉面熊呀，最想玩的是拉面熊呀，真的最想玩的是拉面熊。刚才这么多火炮，我的天！要是有个拉面熊，我跟你说，还不是在角落里就把面给拉的，拉三米长的面，我跟你说，三十米长的面，说错了，有拉面熊直接拉三，这不是李大哥凑货吗？啊，跟我斗李娜。
看到吗？反曲弓维鲁斯，我干死你！我要把李娜按在墙上，狠狠的，狠狠的揍他的菊花。我去穿条裤子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第一波不给我装备？为什么？这究竟是为什么？黑夜也会怕我。很好，李娜也没有装备。穿了，穿了，现在裤子穿上了。拉面熊就是有个熊师傅，他是这样。然后场上的人就像面条一样被他拉死了，就这样。没有老板拿800块的钞票枪了吗？没有老板拿800块的钞票枪了吗？没有了吗？今天最后一次机会啊，这不把握一下吗？我才剑姬才400血，我的天哪！明天是400，明天是400，明天400啊，明天400。这话也得说先说清楚。感谢糖浆0306，不是600了，已经说好了，全是800，统一。今天全是800，明天开始就恢复正常了。这是亏死668的一波活动。每个月随机有一天，所有钞票上都是800的。感谢正一，谢谢 Distance。哎呦，这怎么上呢？我是上三贵族呢，还是上三贵族呢，还是上三贵族呢？给的装备很是尴尬，很是尴尬。谢谢九命，感谢刘云，谢谢雷行天。打剑士的话，我觉得需要那个，需要早点拿个棒子，拿个那个金铲铲，然后再弄一个那个啥，早点弄个金铲铲，然后再弄一个男枪，啊不是说错了，那个就是船长，哇真废物，真废物也。我方士兵丢盔弃甲，真废物也。好吧，趁你还能。感谢 Jess 都，谢谢阿秋秋，感谢教父，感谢道爷。预祝各位老板能抽出800块的钞票枪。上两个位，那太假了，那假的简直就。不用掉那么多血的，差不多就行了。目前已经是最低了，不用掉成那样，那太真的太假了。露露也拿一个吧，等会儿看看能拿到什么装备吧。露露也拿一个。剑姬维恩全是假货，全是假货。说实话，分一下类啊，假货分类。男枪也拿一个吧，男枪也拿一个，先放着。感谢教父，谢谢龙鱼，感谢道烟。其实赌狗更加冷静的打法是不要赌，就是那个仔细说一下，海盗那个打法给4块钱，你这个经济涨得快的话，你其实没必要去狂赌的。因为小炮跟那个男枪三星意义不是那么大，虽然你开局你很猛，但是你打着打着你可能就不行了。下方
着癫狂。这一波得打最假的赛啊，朋友们，这波得打最假的赛，能多假就搞多假。就把人直接放在这儿，这总不能赢了吧？这我总能参加第一轮的选秀了吧？这我第一轮选秀总能参加起来了吧？啊！我也不是三贵族啊，兄弟，这还有人。还有人掉血能比我掉的更多的、啊、谢谢齐藤飞鸟，感谢菜狗的668，谢谢小姑娘我擅长。场上十一个单位如果都是有羁绊比较强力的话就会比较好，如果是混子的话那就不行了。我操，两个铲子怎么办？我还是先拿火炮吧。虽然场上有两个铲子，但是我还是先拿火炮吧。好了，两个铲子，两个火炮全没了。有火炮就可以考虑一下拉面熊师傅。李娜肯定是想做那个鸟盾，然后肯定想做鸟盾。哟，不也两星了吗？他们将被净化。刚场上是不是还强制多上了一个人了？德玛西亚万岁！可以吧？就这样吧。卡萨丁来，卡萨丁哪一个？其他的就算了。我贵族 buff 在谁身上啊？他贵族 buff 在诺手身上，打都打不动。我贵族 buff 在维恩身上吧，维恩脚底有个光环，好像在维恩身上。我的贵族 buff 在维恩身上。我操，诺手拿贵族 buff 真的屌！别干死他，干死他！好好好，别跟他打平局，打平局我也掉血。感谢道烟和杰斯东两位老板送的很多个礼盒。剑姬二，准备去死吧！二级剑姬好歹比他厉害一点嘛。黑夜也会怕我。再弄个维鲁斯，然后螳螂跟卡萨丁卖了。二级剑姬应该比一级盖伦稍微厉害点吧，但是两个骑士也有羁绊，两个骑士隔挡二十点伤害。先看看形势吧，先看看形势。把维恩换了，那我觉得维恩好像比剑姬好一点，剑姬才720血，我后悔了，剑姬才720血，贼混。不要了，螳螂卡萨丁不要了，20块钱吧。有机会看看能不能走过七剑。没准备打基地啊，打基地应该给寒冰和青龙刀的。打基地的话，你要给寒冰和青龙刀啊。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。在他们入这波圣人后倒挺好的，我才能入眠。真的，打基地你要给寒冰和青龙刀的，不然你打啥基地啊？维鲁斯跟露露放在这儿吧。拉面师傅，看看能不能再出个鸟弓。现在是肯定不够了，拉面师傅要那个的，要两个火炮。
给了个鸟盾，有可能打法师的，真的给了个鸟盾，有可能打法师的。没有呀，没给拉面师傅东西啊。我现在不可能再靠那个就是选秀来拿反曲弓了。拉面师傅的条件是这会儿至少有三个反曲弓。这装备我这个面条拉不起来呀，就我现在这装备，我这面条拉不太好拉呀。我想把剑姬卖了，剑姬是个真废物。哎，这波是怎么说来着呢？准备打一个六剑士是吧？是这么说来着的吗？操，伦哥真狠！哎呀，恭喜王坑老板送礼盒出钞票枪了！今天累计奖池已经是7个钞票枪，总共5600元的奖金了。恭喜王坑老板，牛逼啊，王坑老板！强啊，这会考虑要不要合个鸟盾了。剑姬真没必要，剑姬这会儿怎么看都真没必要。极地四游侠，极地四游侠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极地四游侠配合元素挺厉害的，就我现在没有那个寒冰的装备嘛，他需要青龙刀嘛，他已经开始做了，他就是极地游侠的阵容。极地游侠一定要给寒冰青龙刀，这样才能发挥他最大的这种控制效果。狗球也没来，有点乱七八糟的，把剑姬和露露卖了吧。经济涨快一点，不要六贵族，真的不要六贵族，真地不要六贵族，真地不要。我现在战斗力挺强的了，维鲁斯可以卖了，就这样吧。那还不如卖那个，还不如卖维恩呢。这回合我要不要掉血呢？这回合我是有可能掉到75血以下的。掉呗，我连胜吗？我没连胜，我掉呗。没连胜，我等个屁，我掉血就完事了，对吧？掉血就有希望拿那个吧，掉血就有希望拿鸟弓吧，拿反曲弓，掉起来就完事了。这上两个维恩能不掉血？我是不信的，上两个维恩谁都能打赢你。别挣扎了，维鲁斯，别挣扎了。啊，你是卢锡安，你是卢锡安，拿个虫子吧。哎，再拿个铁男吧，铁男没拿上吧？哎，铁男没拿上，糟了，糟了！我虽然是第二波选人，虽然是第二波血人，但是最好的东西被拿得干干净净。糟了，哇塞，李娜怎么掉成52血了？就为了拿个反曲弓掉成52血，值吗？真的值吗？真的值吗？先放着吧，等会儿再调吧。出事了，第8个钞票箱出现了。恭喜小姑娘给我老板
刷礼盒又出草表枪了，我估计平均每个老板也就刷了大概20到50，甚至于也就是100以内吧，一个草表枪返800支付宝，仅限今晚，观众朋友们，仅限今晚。目前本直播间已经出了8个钞票箱了，每个钞票箱价值800人民币，支付宝转账，现金转账，仅限今晚，过了今晚就一切恢复正常了。本月特殊活动，没有啊，刀老板，你搞了629啊，显示这儿你搞了629，榜单上显示你搞了629，写 single mad。 看到于我的咆哮吧。哎呦，拉面熊师傅让我有一丝纠结啊，有一丝小小的纠结。随便上个人吧，他系统自动帮我上的，帮我上谁呢？系统自动帮我上，没上人啊，假了吧？我还有资格做拉面熊师傅吗？我还有资格吗？没资格了吧？我没资格了吧？算了吧，我不要做拉面熊师傅了，我没资格了。我把自己的屁股看清楚，我做个鸟盾算了。来个哈密，哎呀，真来了！马上动身。维鲁斯这把刀肯定是给寒冰的，这个没毛病。鸟盾合了吧？来了来了，又来了！第几个超标枪了？糟了，六六八，屁股撅高了，糟了！第九个钞票箱了，嗯，也就是说我有一个单位可以直接变成极地是吧？我现在队伍里有个单位直接可以变成极地，就四极地了。马上动身。我队伍里可以有个单位直接变成极地，四极地。曾经有一个800块的钞票箱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直到后来被人抽掉了，我才追悔莫及。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狠狠的点鼠标左键，给维恩让他变成极地，然后上狗熊。那这样的话上猪妹了，狗熊不要了，这把肯定不打拉面师傅了。可以给维，可以给维，给了维恩他也算贵族的，他也算的。给维恩挺好的，给维恩挺好的。维恩维鲁斯千珏，给维恩挺好的，确实挺好的，给了。合起来，我们就会更强。给了，不犹豫了，先搞个四级地对吧？先打着呗，兄弟们，先打着呗，不着急嘛。咱现在形势不错，先打着。感受疾兵之力。不着急啊，这波不着急。现在四级地先这样弄着，等会儿配个猪妹。等会儿配个猪妹，最好是配个凤凰。如果配个凤凰的话，那就三元素也可以走起来了。四级地三元素，四游侠。先升个人口，现在血量和状况还可以。升个人口，升个人口，早了，第十个钞票枪了，8000块钱，恭喜海洋星老板，曾经有一个珍贵的钞票枪摆在我的面前，价值800支付宝转账，我没有珍惜，直到后来海洋星老板抽到了第10个，我才追悔莫及，没有狂点鼠标左键，
过了今晚就没这个，过了今天的直播就没有这个店了。现在主播已经血亏八千了，强啊六六八，血亏八千，减八千，减八千，大家给我算好了，我减八千。阵容还可以，这把阵容还可以，我这把打完我应该下了，我跟水友打，如果能吃鸡的话我就下了。我要止住了，我得止损了。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不会犹豫，我一定不会犹豫的。开心，我在六六八房间的充值全都赚回来了，还反倒赚了很多。是的兄弟，你刚才没有犹豫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我把这位兄弟的弹幕给读出来，李娜让我没法睡觉，李娜都快走了。看你那什么阵容，对，应该是李娜睡不着，我就最后一轮选，随便你们吧，你们爱拿啥拿啥吧，反正德莱文我是肯定拿不到的，那个铁男我也不可能拿得到。哇，这个人拿天使拿的贼他妈果断，贼果断，巨果断，贼果断，相当的果断，果断的杠杠的。我能还能打点啥？我看看。有我吗？这个刀你们都不要吗？我拿个龙女吧。你们不要我也不要，我拿个龙女吧。刚才有攻吗？马上动身！我都没看到刚才有啥。管他呢，我管他，他有啥呢？我管他呢。版本什么东西强势我就打什么，我也不研究那些了，对吧？那东西没用，直接弄两个鸟盾妥妥的，稳稳的，就搞一些有用的装备，然后咱们就搭配阵容，有用装备搭弄好之后咱就搭配阵容，咱搭配阵容就完事了，好好搭配阵容就完事了。盖伦好像可以换了啊，雷欧娜可以换盖伦了吧，有必要吗？雷欧娜多少血我看一下，雷欧娜血量是750，盖伦的血量是1080，好像没必要，雷欧娜好像完全没必要，再见。蓝莓师傅两火炮计划失败了，选择了一个四级地的打法，四级地没怎么搞过。直接发一个那个，你直接发消息给我那个，直接发一个就是虎牙发私信给我，你就说你中奖了，然后你就发一下你的支付宝账号和你的姓名就可以了，好吧？我会核对你是否中奖了。文哥来了，文哥。给文哥一个面子，给文哥一个面子，给文哥一个面子。我不要三贵族了，我不要了。我先放着吧，等会四游侠要打的呀。现在还是四级地，现在四级地还是对的，四级地两帝国。四基地两帝国两骑士两游侠，文哥还是强呀，文哥真的强呀，文哥还是强，先拿着呗，等会儿阵容齐了就全部换掉吧。要那个，我现在阵容挺硬的，
我上了人口之后多放一个，多放一个的话，一个位置是凯子的，凯子有可能等会没位置，凯子等会位置要让给冰鸟。不是，我如果让位置的话，应该是他让给冰鸟，应该是猪妹让给冰鸟，那就是阵容很紧凑了。那没必要让给冰鸟了，没必要特地等一个冰鸟，就凯子加火元素吧。哎呦，那意思啊，温哥领装备，九句有点小纠结。恭喜 NTR 晋级到底，老板又中了一个钞票枪。他们将知道什么是后悔。果断就会拿钞票枪，犹豫就只能看别人拿。痛苦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。果断票枪就是你的，犹豫你只能看着别人拿。没格子了，我看看我还能打得莱文吗？我能打得莱文啊，其实我千珏上去，然后我还是四级地啊，对吧？我少上一个人，我上了个维恩，我不要维恩了，我不做了，我还有乌鸦怎么办？全拿了。我这打着打着是不是四帝国四级地了呀？先组四游侠吧。哎呦，感觉这阵容太他妈贪了。攀比阵容啊，朋友们！这是不是太贪了？对啊，火男加那个是三元素了，我感觉我太贪了，我不能走四帝国吧？今天的第十二个钞票出现了，易阳老板。668，这今天今晚已经亏了一半了，我的妈呀！把什么东西亏在裤子上？请问今天晚上668把什么东西亏在了裤子上？不行不行，集中装备吧，集中装备吧。不行，这不合适。太棒了！别搞了别搞了，这不合适啊，这真的不合适。这站位是作死的，这个打法是作死的。没必要做这个死，真没必要做这个死。我挺好的一个东西，我做这个死干嘛呢？真的，我真的挺好的一个阵容，我去做那死干嘛呢？我这阵容挺好的，有前排，有控，有法术，对吧？要输出也有输出，我这干嘛要做这个死呢？我就把人物强化好一下就可以了。钞票箱是领取800元支付宝转账的，我来告诉你，小兄弟，38血。不要抢我的死哥！哇塞，这么多铲子没人要的。其实我想说不要抢我的盖伦，没想到德莱文他们都没人要。要什么两个火炮？这会儿两个火炮人都进棺材了。拉面熊师傅成型的时候都没人了，这都。什么给铲子维鲁斯？你说什么呢？现在寒冰是大哥，维鲁斯给个九句完事儿了，然后咱们就刷了。联合起来，我们就会更强。没人能躲得过。还会有人尝试。
鸟凯南我可以多一个人，但是没必要好像。我看了一下，冰鸟凯南那人没必要多。抓紧时间花钱，什么都要。换六级地，冰鸟再加一个那个，不用了吧？没必要折腾了吧？真没必要折腾了吧？这没必要折腾了，把人弄满就行了。咱现在把人弄满就行了，没必要折腾了。就刷刷了之后把人升上去，马上动身。他们将知道什么是后悔。要升个凯南，升个凯南，然后这边看谁能到。刚才有个凯南没拿，完了，糟了！哎呀，谢 single man 的感谢，山。大家都是冰块。射他！好的。我就拼命升级。哎，早知道刚才冰女不卖了。这样放吧，这样放。六级地45%，30%也够了，我觉得。真的，30%我觉得够了。从理论上说，30%三下中一下，45%也是三下中一下。下回合争取凯子刷出来，然后千珏跟寒冰看看有没有机会。这个就不拿了，这个太贵了。冰霜之女刚才可以考虑一下的。如果我拿了凤凰的话，我把凯子给换了。拿了凤凰把凯子给换了。拿了凤凰把凯子给换了，还是四游侠。五级地没什么意思啊。四游侠五级地三元素没意思，不要了不要了。要凯子吧。纠结了半天要凯子吧。凯子你在哪儿，凯子糟了，凯子。哎呀，凯子来晚了，下回合，下回合。我怎么没有四游侠？我场上这左边都写着了，我有四游侠，四游侠三元素使，四级地两恶魔一忍者，写的清清楚楚，怎么就给我安排了没了呢？看看千珏三星，从来没见过。凤凰技能没用的垃圾。猪妹特别强，猪妹跟寒冰急如风，这阵容猪妹和寒冰特别强。有个阿爵对吧，要个阿爵，阿爵，阿爵和寒冰，阿爵寒冰维鲁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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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三星千珏第一次看到，我操，三星千珏第一次看到，糟了，游戏结束了。李娜呢？李娜早就去沟里了，李娜应该在床上躺着了吧？倒数第三，真混。哟，三星千珏，我的天！顿的时间会不会更长一点？顿的范围好像没变大吧？顿的时间好像有点长。哇塞，三星千珏盾的时间有点长，有点长。三星千珏的位置要不要再改一改呢？好像没必要刷了呀。
的维鲁斯，维鲁斯来了一个，再点一下，送给你们的礼物。行吧，没事就点一下，就这样了，没啥大差别了。其实他可以顶在前面早点发，说实话，他可以顶在前面早点发。那血多啊，血多可以顶往前面顶啊，往前面顶被人打了也能早点发。一旦阵放出来，周围的人命全都保住了，而且我还有鸟盾。来了，我的阵来了。哇塞，对面被控的死死的，死死的，惨惨的，拜拜了你那小伙子。哎，还有一滴血，可以啊。那你俩先选吧。不要打！咱俩在那转了半天，你知道我要拿啥吗？我不会告诉你的。又来了，临下播前最后一个超标枪吗？马良 CSC 老板，这是临下播前最后一个超标枪吗？难道这是最后一个吗？还是后面还有呢？曾经有一个钞票枪放在我的面前，我没有珍惜啊！800块钱支付宝转账的钞票枪，直到我没有点下左键，我才后悔莫及。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肯定会在主播下播之前点上的。最后的 chance， 10400，给我算好了！我的天，我要下播了，我不下播我死了。马良 CSC 老板只送了一个礼盒，他就中钞票枪了，只送了一个。我这边有那个赠送记录啊。感谢固执的微笑，感谢机器，有点东西的。在组，我操，这个青老板也点了一个钞票，就中了啦！哎呀哎呀呀呀呀呀！让你说话，让你说话，六六八，让你说话，你不说话啥事儿没有，就下播就完事儿了。糟了，刚说完他就，哎呀，那老板就点了一个，他就中了，糟了，刚说完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走了，终极惨淡668，不说话啥事没有啊。终极惨淡，上能转的是开礼盒的，兄弟，后台有记录的。又出了，我就是要混老板，他只点了一下，糟了。我们看一下后台的记录啊，看一下后台的记录，后台记录可以看的。今天晚上都是800一个啊，都是800一个。主播要下播了，主播已经两把鸡吃好了，一把吃的是路人的鸡，一把吃的是水友的鸡。哎呀，两波鸡吃的明明白白，正好2点钟收工，明天会早点来的啊。星期三会早点来的，不会光速下播的。我给大家看看啊，两波鸡吃的明明白白，正好2点钟收工，明天会早点来的啊，星期三会早点来的，不会光速下播的。我给大家看，你看这里有个拆快递玩法，对吧？点击一下钞票枪，几个？显示是11个啊。16号是有一个吧，浪菊怪16号一个，12个，12×8的话，12×8，刚才那个老板应该也是中了13个，13×810400，10400，主播收入金豆价值是3300，3300的话，主播能分到，能分到1500块钱，1500不到，主播可以分到1500不到，然后给水友转账，一共转10400，我是你哥，我是你哥，哎哎哎哎，我走了，兄弟们，我走了，好吧。大家还要再点一点吗？还要再点一点吧，我走了啊。有没有还要再点一点的朋友？追梦和亲是送的，这有记录嘛？有记录，没事的。刚才那个什么混好像是中的呀，他还没显示出来，要过个30秒一分钟。什么盒子钱？盒子钱我不知道多少，我现在看不见啊，我得关播的时候我才能看到，我得关播的时候我才能看到有没有盒子钱。
刀塔八叶就不搞了吧。刀塔八叶跟刀塔八叶确实玩家没有这么多呀。哦，结账结账，把把都是第一。哎呀，今天吃鸡也是第一啊，今天那个闯荡江湖也是第一，下棋也是第一，水友赛又是第一，对不对？主播人又帅，技术又好，还天天给观众送钱，我的妈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不说了，我去搬砖了，朋友们。啊，明天超盘箱是400的，我去搬砖了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祝大家晚安。亿万僵尸，我们7月17号晚上啊，7月17号晚上给大家放亿万僵尸的那个利剑，特别牛逼的一张图，利剑啊，利剑。谢谢各位房管，谢谢各位老板，谢谢各位大富豪，感谢所有手机平板用户，感谢很多不打字不说话的朋友们，默默收看直播的朋友们，祝大家晚安，我们7月17号晚上见，祝各位朋友们身体健康，每天发大财，行大运，拜拜拜拜，我去算算账亏多少。